周扬青自从同罗志祥分手之后，一直都有复合的传闻。最近他在 IG post 了同罗志祥好朋友三儿的合照，被网友指责话是为了制造话题，故意偶遇。呢日，周扬青在微博小号 post 出同三儿的聊天记录澄清，指出是对方要求合照，又话自己不明白点解网上会有咁样的传言。本身以为虽然同罗志祥分了手，但是大家的共同朋友都是可以一起玩的，估不到会出现咁样的新闻，直言自己冇必要制造复合的传闻。